第34题，若该则新闻的标题为化学槽车翻覆框框外泄，其中框框处应填入下列何者才适合？我们前面小题33题已经知道，我们这个苯乙烯它是所谓的烃类，所以它不是醇类，也不是有机酸，所以不可能选 A， 也不可能选 B。我们也晓得它不是瓦斯，所以不可能选 C。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含碳的化合物，它是有机化合物，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它是有机物质。所以第34题问我们说，框框处应填入下列何者才适合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有机物质。